做汉服的发型，耶！是宋制的汉服，就是宋朝时代，穿的汉服。因为它每个汉服还每个朝代都不一样的。我这身是宋制汉服哈。没收工。当，代表有点像那个古代水晶乐，不对，宋代水晶乐。上要最后一步就是上头饰，然后呢头饰完了之后呢，然后戴个隐形眼镜，我们就可以准备出门拍摄啦。背着个小书包，背着小书包出门啦 ，Go！ 上车，走。安全带是第一条，知道吗？知道。我可以用你的声音导航吗？啊，用我的声音导航可以。可以，我们两个人的。蛮好的，打开百度地图。行，好的，好的。冯提莫的导航。特别好，风也特别大，然后看到了一个两只鸳鸯，特别好看，太漂亮，在湖边。高度有点尴尬，这样可以的，你别小心头啊。嗨，现在我们要转场啦，第一套宋朝的服装已经拍摄完毕了，转场去拍第二套。第二套呢，跟这一套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哟，这一套是比较仙气比较可爱的，然后第二套呢就是我觉得有点酷，大家拭目以待吧。哎，现在我们的第二套的衣服已经换好了哦，现在去换头发。我们来到了小卖部，我现在我是什么是什么？魏晋，就是这个，你们俩，我身带白，这边有万千银两，带了一万银两，带了一万银两。这北京的，啊，这个黑白毛。第二套衣服的发型，你猜是一个什么发型？第一套是那种萌妹子、很可爱的小公举，第二套呢就是像一个女侠，很酷。
我还没有尝试过这种风格，先说看。造型已经弄好了，这是第二套、侠客，有一种女侠风的一个造型。然后呢，我拿一把油纸伞。哎呀，油纸伞，靠、哦，里面藏着暗器。天色渐晚，太阳已经慢慢要落山了，期待成片出来的样子哦，然后给大家看，嘿嘿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